妈妈说，颜色和味道对人的心情影响很大。我在想，如果这个观点是成立的，那什么颜色让我既兴奋又紧张，既开心又烦恼？又是什么味道可以让我时而热血沸腾，时而热泪盈眶，甜蜜的忘乎所以，固执的不可救药呢？宫宁，我知道这些感受都是与你息息相关的。15日下午3点半，宫宁，要不是我刚刚又听了一遍昨天给你的录音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跟你说了些什么。看来我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。这句话之前是不是也跟你说过呀？小明新理了发，第二天到了学校，他的同学就笑他说，你的发型怎么这么像风筝啊。小明觉得很委屈，就跑到外面哭，哭啊哭啊哭啊，他就飞起来了。到你了。蜈蚣、蜘蛛和蚂蚁，他们一块去帮蝴蝶搬家，然后喂，你认真点好不好，我还没说完呢你就笑。蝴蝶哪有家呀？愿赌服输，拿来。雀少同症，类似于出汗、健忘等症状，都是药物的副作用，不用太担心。他的病属于遗传性，与一般肌无力情况大不相同。那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件事情呢？千万不要运动过量。你也知道，呼吸机麻痹会让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所以，尽管其他专家不赞同，但为了安全，我建议还是增加些药剂量，以免过早地进入肌无力危象。没伤着你吧？宋日桥，你是宋日桥吧？我宫宁啊。那只公鸡是我们吉他手孙子的，几年前他拿了个鸡蛋孵出了只小鸡，看起来挺可爱的，就舍不得把它扔了。
你的变化真的好大哦，我完全都没有认出来。废话，我变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？要不是靠着您的别出心裁的打嗝声，我也没想到你是当年坐我后头那个小丫头。你还记得那堂数学课吗？你说有一只蟑螂飞出来那一次，别人看到蟑螂都是尖叫，你竟然打嗝？我一紧张就打嗝啊？那是化学课吧？数学吧。这是我手机号啊，有空打给我。我得去接受批评了。累了还是不舒服啊？妈，我吃这种药是不是会让我变笨呢？怎么会呢？觉得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。我今天在游乐场遇到一个高中同学，可是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。男的女的？男同学。同班啊？我们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曾经在同一班，可是没过多久老师就把他的东西都收拾走了，好像说是他爸爸工作调动的关系，所以他转学了。你喜欢他？哪有，那认不出来很正常啊，印象不深嘛。我先去洗个澡。从纵向看来，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，它同时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驳。那么从横向上来看，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学的。不好意思。宋诗乔，干嘛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我24小时都开着手机，就怕落了你的电话。你还真不给我面子啊！哎呦，生气了？不至于吧？哎，宋诗乔，你是不是长高了？宫宁，今天又换了服装啊！我们是秋千决定的。那你还真够背的，抽了这么个东西。啊，不可爱吗？哇塞，带上这个东西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还在念大学啊？旁听啊。因为上次那一只摇滚机我们被开除了，我们真实风格是 grunge rock， 游资摇滚、乐色乐、Cobain、Nirvana。喂，宫宁。我有直觉今天能见到你，没想到你就真的出现在校园里。你说要带我去个地方，我说改天吧。好吧。不问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每个星期五你都会去医院检查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啊？我记得高中的时候，你经常丢钥匙。然后就把书包翻个遍。现在也是。我妈来接我了。
道吗？它是你以前经常拿在手里的录音机，我常常看到你用它把自己弹的吉他曲录下来，然后一遍一遍的听，寻找瑕疵。那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送给你的。你上课的时候偷听音乐，被老师没收了。后来有一次我做值日生，看到它在老师办公桌上，就偷偷把它拿过来了。其实本来想还给你的，但没过多久你就转学了。走吧。你迟到了3分钟37秒。别那么认真嘛。还你4分钟，不用找了，上车。喂。喂喂。记得你高中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课本画成五颜六色的，对吧？是吗？我记不清了。其实记忆就像我手中的雨滴，你越想抓紧它，它就流失得越快。你现在的样子跟我记忆中的差别很大。你记忆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这是夜光笔，你回去把灯关上就能看得到了。我们走吧。喂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胖子音乐老师？你说那个拉丁乐迷？对，他每次放这首歌，都一定会跟着一起跳。然后我们就会跟在他后面跳。就是宫宁，阿姨好。这么晚你们去哪儿了？去玩。宫宁，你应该还是学生吧？学生证给我看看。退学了。哼，退学了。那身份证呢？也没带。妈，你别搞得像查户口似的。阿姨，这么着吧。明天我去接诗桥的时候，明天你还来啊？是啊，明天我想带诗桥去我朋友的舞蹈社看看。你要去跳舞？没有，我只是去看看而已。行了，我先回家了。
你今天怎么没去咖啡馆呀？我在家陪你啊。我什么时候同意你跟他来往了？妈，进屋去。去。怎么样，上面舒服吗？给你准备了一瓶饮料，慢慢享用吧。为什么对我印象那么差啊？是不是你把我过去的糗事都告诉他了？我告诉过你啊，我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跳舞的，所以啊，任何跳舞的事情都千万别在他面前提起。那可是他最敏感的一条神经。哎，不说这个呢，唱个歌吧。你想听什么？你说你啊，人不大，花样还挺多，晒伤都算是轻的，你要一失足从楼上摔下来呢，你父母可怎么办呢？你父母干什么的？在国外。在国外做什么呀？访问学者。你为什么不念大学了？上了，但是上大学太无聊，所以就退学，想多留点时间给自己玩乐队。乐队叫什么名字？精神异常。也对，这精神不异常怎么能往楼顶上跑？今后出去玩回来别太晚啊。
哎，石强，我刚想起来，算起来你跟他还是同一个星座呢。还真是啊，他破壳的时候是这个季节，其实这只鸡蛋出生是在冬天。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呢。我们这儿冬天哪会下雪啊？春是从老家带来的，春种北方鸡。你们老家每年冬天都会下雪吗？那当然了，每年春节回家都赶上一场大雪，整个城市像冰激凌做的一样特。你不会没见过下雪吧？我在电影里见过。那哪能行啊？今年春节东北看雪，我请客。我离不开医生的视线，每个星期都得去检查一次。哎，换个话题，换个话题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，看我这里哈。哎，哎，拿住，别闹，别闹。7读什么呢？8脚步声。1 2 3 4 5 6 7跑步是什么感觉？嗯，从我懂事以来，我妈就老说走路一定要慢，跑步会要了你的命，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跑步是什么感觉，就像坐在飞快的自行车上。不对，那感觉太平稳了吧。嗯，大伯，千万打我了，你儿子知道会怪我了，我的太太。你干什么？你放手啊。你给我放手。我也知道这件毛衣对你很重要。要钱就拿给我，又不是不给钱。不要喝了，二子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哎呀，你快完了！你看看你老爸这样子，我怎么做生意啊？给啊，他爱喝多少喝多少。他今天喝了很多了。给他。下雨了啊！这可不能怪我哦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抱歉。妈，嗯，是不是在我生下来之前你就知道我会有这个病啊？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想，你很少提爸爸的事情，爸爸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病？石强，你现在大了，妈妈觉得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。你爸爸他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他是一个外星人。你又相信了。真的，至少有3秒。才没呢。石强，嗯，你看，最亮最亮的那个，看到了吗？嗯，你爸爸就在那儿。又飘。哎，信不信？
别弄了，陪我聊聊天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有点烦。我们玩个游戏吧，你经常给我妈妈玩这个游戏，我们一人讲一个笑话，谁憋住笑就算赢。我先来。有个老师，他让同学们用况且来造句，然后一个同学就站起来：从前有一辆火车在山洞里面走，况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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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几天我们有个演出，你来看吗？笑容不笑的脸，看起来有种说不出来的讨厌，拍马屁都还要小心翼翼，我想你应该是真的欠他很多钱。怕东怕西生一张嘴，并不是我的路线，可我已经宣传。虽然这种肆无忌惮的青春对于我是陌生的，但是此刻的躁动却感动了我，那是因为你，宫宁，因为我看到了属于你的青春，那几乎跟我想象的一样。I'm a rock and roll man, I'm a rock and roll man, yeah, I'm a rock and roll man。嗨，你下午还有课吗？你先吃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助兴。从前有个冷血的杀手，他的剑是冷的，手是冷的，他的血都是冷的，然后他就被冻死了。别转我，拿来。我没笑，你输了。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没有来？我在后台遇到朋友，喝了几杯，然后就跟人打起来了。你下次想道歉就不要解释，想解释也找一个高级一点的理由。
杨碧玲到。杨丹到。宋思乔，宋思乔。今天可是我第一次逃课，要是被妈妈知道，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放心吧，保证让你逃得有价值。上来。啊。上来吧。你不是想要奔跑吗？那我就把我的双腿借给你。Go！ 站好。速度适中，也有颠簸感。奔跑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了。好像有人要过生日呢。对啊，23岁了。嗯哼，有什么愿望？跳舞？这张贺卡是我小时候在路边捡到的。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或许有一天我可以像他一样。可是我忘记了，像那种健康的生命力对我来说是永远都遥不可及的，所以我很羡慕你啊，你可以去登台咆哮挥霍你的青春。妈，嗯，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了？怎么会呢？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不跟你一起过生日。哎呀，我都给你过了20年了，你就让我今天晚上休息吧，啊？生日快乐，宝贝。
你要不是雨，怎么可以不睡觉？你生日那天不好意思，出了一点意外，我们分开吧。看来今天到我出意外了。其实我的生活中有非常混乱的一面。我知道。我承认我隐瞒了一些事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很多事情现在解释不了，你慢慢就会明白了。这可不像从宫宁嘴巴里说出来的话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的合约终止了。来，来，来，来！心理学我虽然懂得不多，但我还是得奉劝你一句：你总这样偷听女儿的录音。如果被他知道了，可能会造成难以抹掉的心理阴影啊。我只是担心长此这样下去，他的心理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。也不见得，对他而言，那也许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我有一个计划。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？出国这件事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一直不往心里去。出国？出什么国？我哪有钱出国？没有钱你可以赚的，你可以去工作。做音乐就是我的工作。算了吧，在音乐这条路上，那个唯一会赏识你、鼓励你的人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彭伟，你变了。你也应该变一下了。自从你妈妈去世到现在，你的生活一直在原地打转。无所谓啊，我愿意原地打转。能不能别那么大声啊？
你管得着吗？影响到我唱歌了。那你就再唱好听点，哪怕好听那么一丁点儿，我们就可以不出声了，对吧？耶！谁是吕夏？签个字，这是给你的。医药费跟罚款都是你帮我出的，还有酒吧的损失费。为什么？我想让你为我工作，在我女儿面前扮演一个角色。你弄错了吧，我不是演员。我不找演员。那你要我演什么？经常坐在树边的长椅上，把书举在眼前，偷偷看场上的你跑着跳着，在教室里看你被一道道数学题难得直挠头，我还会在舞蹈训练的时候偷看你在吉他社刻苦练习，然后放一瓶贴着笑脸的饮料在你的吉他箱子里。你肯定想不到，在你找不到自行车钥匙的时候，我就在不远处看着你偷偷的笑。你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很可爱。这个男孩叫龚宁，是我女儿高中同学。为什么找我？这段时间我观察了不少玩摇滚的乐队，你的年龄性格跟他都很像。吉他手春子，人称自来熟。多多关照，大姐。顾奇，受伤了30多台烧伤机的键盘手，人称独眼侠。梁梁，贝斯手，自称富二代。精神上的。鼓手孟东。这个我知道。说是你每次演出完都把鼓槌扔到台底下，然后那上面有你的电话号码，是吗？所以我们都叫他鼓浪一条根。阿姨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这人就是爱交朋友。这我女朋友彭薇。快分手了。那是我爸。我不是。谁爱是谁是。我拜托大家以后在我女儿面前就叫她龚宁。谢谢你们。所以你到底要我干什么？用龚宁的身份去跟我女儿谈恋爱。你是宋日桥吧？我龚宁啊。就算我们长得再像，也不是双胞胎，你女儿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除非他智力有问题。你变化好大哦，我完全都没有认出来。他智力没问题，只是记忆力有点问题。你们带了也就算了，
怎么着让鸡从包里跑出来呢？我全员子都是小朋友，出了事儿谁负责？他还在看吗？别回头，还在看。我女儿有遗传病，需要长期服药，那个药对她的记忆力伤害很大。妈，我吃这种药是不是会让我变笨呢？怎么会呢？他也是玩乐队的，但是他弹吉他超好听的，连我们音乐老师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我想应该是死了，车祸。不过我女儿并不知情，当时校方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情绪，统一口径说她转学了。其实真实的原因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打了校长的儿子，所以校长以公徇私就把他开除了。打屁股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整天就知道给爸爸惹事。不是跟你说好了在书包里好好待着吗？哎，所以你最后是怎么圆过来的呀？还好我录音带听得仔细，记得那个打嗝的典故。膈肌痉挛由情绪紧张引起的膈神经兴奋所致。哎，你别在那里扮沉默女神行吗？开心点嘛。偷骗个小姑娘赚钱，你不觉得跌份吗？这样的录音我女儿有300多盘。这个时代还会有花痴实在难得。你给我垫的钱我以后会还你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你一个演出才能挣多少钱啊？拿什么还我？我告诉你，就是你的这个动作让我最后决定找你。我女儿说宫宁也喜欢这样唠叨。我送你个 MP3 吧，小巧轻便也可以录音。我还是喜欢磁带，因为它可以提醒你时间在流失。这是我的定金，你要是同意咱们签个合同，我马上把密码告诉你。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，这不是帮忙，是工作。这是你的店。嗯。你很有钱吧？我很爱我女儿。这天快要下雨了吧？可以陪我去个地方吗？什么地方？跟我走吧。阿伯，你不要喝了！让人！不要喝了！好了。给他，今天可能不行了。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，有点事要处理。那你把钥匙给我吧。不要再把我弄丢啦！这是我第81次在雨天经过这个路口。那个指挥交通的男人依然准时地出现在这里。他有一个感动了我很久的故事，我本来想今天讲给你听。快扛不住了。
哎，那你去不去？不去了，师姐还等我呢。走。你来了，我才带你回来。是呀。这谁？李夏，我们已经分手。你是李夏吧？你好，我是李瑶。他是谁？我是李饶。我没问你。他是谁？我和你说了，我是李饶。哎，李夏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李夏。自己好好看看，你违反合同里面第四项第三条，我要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罚。行，不就是要扣钱吗？哎，昨天你把我女儿扔在大街上三个小时啊，今天还跟我耍这种无赖态度。阿姨，又不是天天出这种状况，这不是碰巧了吗？你记着，你是在工作，懂吗？我懂。我自己惹的麻烦，我自己摆平。你别以为我女儿那么好哄。只要我想哄，就没有哄不好的。你想道歉就不用解释，想解释也找一个高级一点的理由。这样鬼使神差的实现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不要那么认真嘛。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胡说八道，可能是药性过了吧。别那么认真吗？怕吗？怕什么？时间的流逝。我们在一起吧。你喜欢什么味儿的糖？苹果、橘子还是蜜桃？橘子吧。知道为什么蓝色的英文是 blue 吗？因为鱼在海里吐泡泡，
blue。哎呀呀呀，晕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对我女儿做什么了？她今天回家那么反常。你不是让我们确定关系吗？我就亲了她一下。你怎么这么流氓啊你？喂！我心不在焉，你说我不够敬业，我投入角色，你说我耍流氓，这活真难干。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极端啊？什么跑？接下来的剧本，好好背。你想奔跑，那我就把我的双腿借给你，这太肉麻了吧？你少废话，敢亲我女儿还怕肉麻？那叫触景生情，懂吗？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人往爱河里跳的时候，最后的表情是什么样？他不会真的陷进去了吧？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你在学校练过跳舞，可是毕业的时候我在一次训练中晕倒，然后妈妈就不让我再跳了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机会，你会怎么选？毫不犹豫的登台。可是你妈妈说你这样会有生命危险。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被照亮一次，不是吗？这种事可不能随便幻想。谢谢。喂。你快劝劝你老爸，人家在这里施工，他不要在中间指挥啊！不好意思。走了。哎呀，走开！人家是来施工，他们是他们的工，我指挥我的，我没挨着谁啊。你三不五时来这么一出，这有什么意义？妈妈已经不在了。谁说她不在了？她在这，她永远都在。妈已经死了，她不在这里，她骨灰坛里。你讲什么？天天酗酒是在怀念妈妈，指挥交通是在祭奠她，你天天陶醉在你自己的幻想里乐此不疲，但你考虑过我吗？妈妈死了我也很难过，可你却总是要这么反反复复做我的动作。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，我一觉醒来还是以为妈妈才刚走。每当我想振作起来，每当我想从阴影走出去，你就一棍子把我打回去。你觉得妈妈希望看到你这样吗？让妈妈希望看到你退学吗？这是两码子事。那你把你那把枪做好，你给我回去！不要管我，你放手！Thank you.
4年前一个下雨的晚上，吕夏的妈妈过那个路口的时候出了车祸，那之后他老爸就崩溃了，从一个滴酒不沾的出租车司机变成了一个靠拿低保苟且偷生的酒鬼。其实吕夏对妈妈的依赖感特别强，他爸极力阻挠和反对的时候，就是他妈妈偷着让他去学音乐的。所以啊，妈妈没了之后，他跟他爹啊，更没什么话说了。是这样啊。当初他跟我女儿说他父母都是访问学者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好虚荣的人。您错怪他了，其实他特别不愿意跟别人提起家里的事儿，包括我们，好多事情都是我们从别处打听来的。看他身上穿的那件毛衣了吗？我是听小卖店阿雷说的啊，当年他妈就拿着这件刚改好袖口的毛衣从这儿经过，走到路口就愣在那儿，不知道犯了什么癔症。我承认我隐瞒了一些事，我们分开吧。这可真不像从宫宁嘴巴里说出来的话。为什么？宫宁应该是坦诚果断的，从不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。可我怎么可能按照你的记忆去生活？模棱两可总比说谎话好吧？你没说过谎吗？宫宁，父亲在你眼中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意思？他没有在国外做访问学者，对吧？宫宁，我听说过这个故事。一个男人的妻子在一个雨天出了车祸，离开了人世。此后，这个男人便在每一个雨天准时出现在那个路口，指挥交通。这是一个让我感动了很久的故事。不过我今天找到了这个男人，给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。阿伯，今天就别喝了。叔叔，在我12岁那年，我隐约地察觉到我可能和爸爸得了同一种病。妈妈说，既然现实是我们永远也改变不了的，那我们不如改变一下看待现实的态度。总抱怨生活不完美的人永远也看不到生活之美。其实我特别想说这句话给宫宁听。宫宁，过去沟通的失败可能就在于你一直不肯披上这件雨衣，走进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，彻底斩断那条让你痛苦的神经。叔叔，现在可以把宫宁拉出深渊的只有你。
手。宫宁，我买了两个杯子，大的你用，小的我用。这是我绣的，好看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旧的毛巾太脏了，我换了两条新的。因为时间太短了，所以可能修得不太好看。我怕眼泪流出来会浇灭那帮忙，我对宋诗巧也不存在什么偏见。他需要这么一次机会。可是我们这儿真的不缺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不行，他根本拧进不了我的位置。你让他试试。你像你今天把我叫过来，号称搞什么联谊，就是跟我磨这件事是吧？你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呢你。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你相信宿命吗？你别跟我瞎扯，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我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去除你身上那些玩意的习气，却始终没有成功。他是蜻蜓点水般在你眼前晃了几下，就学会替他人着想了。宋诗巧到底给你施了什么样的魔法？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追我的吗？当然记得，你让我表示诚意。
我就一口气喝了十几瓶啤酒。好，那你也表示下诚意，这不过分吧？你说，你去把那把琴砸了。我听我朋友说，这个舞蹈队马上就有一个正式演出，但是还缺一名演员，所以我就推荐了你。我？现在你有这么一次机会，你还会那么选吗？开玩笑吧，那把琴跟了我多少年，你不清楚？跳舞对于我，就像那把琴对于你一样重要，你不清楚吗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小同学，保持得不错。我们回家。是不是带我女儿去跳舞了？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你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决定？从现在开始，咱们的合约终止了。阿姨，你当初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？最糟糕的结果就是让他知道这是一个骗局。最糟糕的结果是宫铃真的爱上了你的女儿。你已经不是宫铃了。我现在也不是绿夏了。一个小屁孩少在我面前装老练。你了解我女儿的身体状况吗？如果是宫铃，她也会希望世小能够有个完整的人生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
你老跟我说你是个外星人，我这个地球人现在遇到难处了。可你呢？你又跑到哪个星球去了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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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。小小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不舒服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没事，只是刚刚没有调整好呼吸的节奏。你觉得我是这样好看呢，还是这样好看？我看差不多吧。我明天就要演出了，可不可以给一点点建设性的意见？石桥，我们还是退出吧。你是不是被我今天的样子吓到了？我现在终于能理解你吗？那种敏感跟紧张了。这些选择都是我自己做的，不像你们因为这个有任何的烦恼。不是烦恼，只是我改变主意，我不想让你冒险。其实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说，每一天都在冒险呢，只是不同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冒险，为了一件我从小就梦寐以求的事情，觉得很值得。你疯了！回去要是让你妈闻到酒味，她还不得叫上汽油把我给点了？我不回去了。我们还有很多更疯的事没有做，不是吗？
我为你精心挑选了一条路线，希望你背上行囊，去看看没有看过的山，走走没有走过的水。想我们的时候，你就仰望天空。失去的人不一定只会带给别人悲伤，对吗？比如你，宫宁，你离开后依然不断地给我生活下去的希望。现在，希望甚至都要变成现实了，对吗，吕夏？我可以叫你吕夏吗？我可以叫你吕夏吗？我的淮南爱。我可以叫你吕夏吗，我的坏男孩？其实，当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宫女。妈妈显然在制定这个计划时，低估了我的记忆力。起码她还没差到那个程度。也许，当我揭开谜底的时候，你会对我在这场爱情游戏里的态度有疑问。那好，你回到仓库，把我送你的帘子落下来，然后关掉灯，答案就在那里。你说那个。
宫云这孩子真是可惜了，这么调皮个孩子，真没想到在那种时候他竟选择去救别人。是啊，我听警察说他要救的这个女人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拿了一件毛衣站在马路中间发呆，宫云好过去把他推开，结果两个人一起被车子碾了过去。
妈妈说，颜色和味道对人的心情影响很大。我在想，如果这个观点是成立的，那什么颜色让我既兴奋又紧张，既开心又烦恼？又是什么味道可以让我时而热血沸腾，时而热泪盈眶，甜蜜的忘乎所以，固执的不可救药呢？宫宁，我知道这些感受都是与你息息相关的。要不是我刚刚又听了一遍昨天给你的录音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跟你说了些什么。看来我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。这句话之前是不是也跟你说过呀？小明新理了发，第二天到了学校，他的同学就笑他说，你的发型怎么这么像风筝啊。小明觉得很委屈，就跑到外面哭哭啊哭啊哭啊，他就飞起来了。到你了。蜈蚣、蜘蛛和蚂蚁，他们一块儿去帮蝴蝶搬家，然后。喂，你认真点好不好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就笑。蝴蝶哪有家呀？愿赌服输，拿来。血少铜症，类似于出汗、健忘等症状，都是药物的副作用，不用太担心。他的病属于遗传性，与一般肌无力情况大不相同。那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件事情呢？千万不要运动过量。你也知道，呼吸机麻痹会让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所以，尽管其他专家不赞同，但为了安全，我建议还是增加些药剂量。以免过早地进入肌无力危象。没伤着你吧？宋日桥，你是宋日桥吧？我宫宁啊。那只公鸡是我们吉他手孙子的，几年前他拿了个鸡蛋孵出了只小鸡，看起来挺可爱的，就舍不得把它扔了。
你的变化真的好大哦，我完全都没有认出来。废话，我变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？要不是靠着您那别出心裁的打嗝声，我也没想到你是当年坐我后头那个小丫头。你还记得那堂数学课吗？你说有一只蟑螂飞出来那一次，别人看到蟑螂都是尖叫，你竟然打嗝？我一紧张就打嗝啊？那是化学课吧？数学吧。这是我手机号啊，有空打给我。我得去接受批评了。累了还是不舒服啊？妈，我吃这种药是不是会让我变笨呢？怎么会呢？觉得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。我今天在游乐场遇到一个高中同学，可是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。男的女的？男同学。同班啊？我们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曾经在同一班，可是没过多久老师就把他的东西都收拾走了，好像说是他爸爸工作调动的关系，所以他转学了。你喜欢他？哪有，那认不出来很正常啊，印象不深嘛。我先去洗个澡。从纵向看来，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，它同时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驳。那么从横向上来看，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学的。不好意思。宋诗乔，干嘛不给我打电话呀？我24小时都开着手机，就怕落了你的电话，你还真不给我面子啊！哎呦，生气了？不至于吧？哎，宋诗乔，你是不是长高了？宫宁。今天又换了服装啊！我们是秋千决定的。那你还真够背的，抽了这么个东西。啊，不可爱吗？哇塞，戴上这个东西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还在念大学啊？旁听啊。因为上次那一只摇滚机我们被开除了，我们真实风格是 grunge rock， 游资摇滚、乐色乐、Cobain、Nirvana。喂，宫宁。我有直觉今天能见到你，没想到你就真的出现在校园里。你说要带我去个地方，我说改天吧。好吧。不问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五你都会去医院检查。没想到你还记得。啊？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你经常丢钥匙，然后就把书包翻个遍。现在也是。我妈来接我了。
得他吗？他是你以前经常拿在手里的录音机，我常常看到你用它把自己弹的吉他曲录下来，然后一遍一遍的听，寻找瑕疵。那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送给你的。你上课的时候偷听音乐，被老师没收了。后来有一次我做值日生，看到他在老师办公桌上，就偷偷把它拿过来了。其实本来想还给你的，但没过多久你就转学了。走吧。你迟到了3分钟37秒。别那么认真嘛。还你4分钟，不用找了，上车。喂。喂喂。记得你高中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课本画成五颜六色的，对吧？是吗？我记不清了。其实记忆就像我手中的雨滴，你越想抓紧它，它就流失得越快。你现在的样子跟我记忆中的差别很大。你记忆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这是夜光笔，你回去把灯关上就能看得到了。我们走吧。喂，你听到了吗？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胖子音乐老师？你说那个拉丁乐迷？对，他每次放这首歌，都一定会跟着一起跳。然后我们就会跟在他后面跳。就是宫宁，阿姨好。这么晚你们去哪儿了？去玩。宫宁，你应该还是学生吧？学生证给我看看。退学了。哼，退学了。那身份证呢？也没带。妈，你别搞得像查户口似的。阿姨，这么着吧。明天我去接诗乔的时候，明天你还来啊？是啊，明天我想带诗乔去我朋友的舞蹈社看看。你要去跳舞？没有，我只是去看看而已。行了，我先回家了。
你今天怎么没去咖啡馆呀？我在家陪你啊。我什么时候同意你跟他来往了？妈，进屋去。去。怎么样，上面舒服吗？给你准备了一瓶饮料，慢慢享用吧。为什么对我印象那么差啊？是不是你把我过去的糗事都告诉他了？我告诉过你啊，我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跳舞的，所以啊，任何跳舞的事情都千万别在他面前提起，那可是他最敏感的一条神经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唱个歌吧。你想听什么？你说你啊，人不大，花样还挺多，晒伤都算是轻的，你要一失足从楼上摔下来呢，你父母可怎么办呢？你父母干什么的？在国外。在国外做什么呀？访问学者。你为什么不念大学了？上了，但是上大学太无聊，所以就退学，想多留点时间给自己玩乐队。乐队叫什么名字？精神异常。也对，这精神不异常怎么能往楼顶上跑？今后出去玩回来别太晚啊。
了。